若家人不幸福，经常造种种恶业，学佛者应如何帮助家人改善？你先把三个根做好，你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做出来，你的家人就受感动。啊，他们就回头了。啊，你天天给他讲佛教的道理，讲佛教怎么好，你自己没表现出来，他不相信。啊，这些事情，我们最近这个3年，啊，在家乡啊汤池小镇，我们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，啊，老师们个个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在这个小镇上做成一个榜样。啊，时间不长，这小镇里面的居民都受感动，啊，所以帮助家人呢，要现身说法，不要讲。做出来啊！你懂得做，那才叫真实智慧啊！有耐心的去做，有善巧方便去做，这是慈悲啊！智慧慈悲就能帮助你家人，学佛了。